原标题：华佗被曹操所杀，是三国最大的冤案吗？你错了，其实他是咎由自取。华佗被曹操所杀，是三国中最大的冤案吗？你错了，他是咎由自取。三国演义中，很多人认为最大的一起冤案就是曹操杀了神医华佗。华佗是一代神医，他发明的麻沸散是世界上最早的麻药，他的五禽戏到现在依旧被很多医学家们奉为经典。可以说华佗是三国时期乃至数千年来的不世出的奇才，可是华佗最终死在曹操手上，甚是可惜。那么曹操杀华佗是三国最大的一起冤案吗？你错了，其实曹操杀掉华佗是有着充足的理由的，实在是因为华佗咎由自取。我们知道华佗是一代神医，名声千古流传，现在形容一个人医术高明，我们都会用华佗再是这样的词语，可见华佗在医界的地位。但是在三国演义中，华佗死在曹操手上，因为曹操患有头疼病，所以他请神医华佗前来为自己医治。但是华佗提出的治疗方法在当时是闻所未闻的，他提出要将曹操的脑袋劈开做手术，这让曹操大吃一惊，觉得华佗是趁机想害死自己。这也不难理解，因为即使到了今天，开颅也是件风险很大的手术，很多人想想都觉得害怕。当时的技术能有多发达，做手术的很多条件并不具备，曹操怀疑也是很正常的。这是小说中曹操杀华佗的故事。在正史记载中，曹操杀华佗的原因是这样的：当时曹操请华佗给自己看病，华佗也答应了，但是华佗为曹操看了一段时间病后，就以自己老婆生病的理由回家去了。此后曹操派人请他好几次，无论怎么请他都推说不来，于是曹操生气，就让人去华佗家说，如果他妻子真的生病了，就赏他小豆40斛，并宽限10日，等妻子病好再回来。如果华佗胆敢造假欺骗自己，就直接缉拿回来。曹操派去的人一看，华佗的妻子在家里好好的，根本没有生什么病，于是捉拿了华佗。就这样，华佗被捕入狱。荀彧还替华佗求情，可曹操不允，然后华佗就被刑讯致死了。所以不管是从演义中曹操杀华佗，还是正史记载中华佗的死因，都可以得出一个结论：华佗的死很大的原因是他咎由自取。小说中他提出为曹操做开颅手术，自己有多大把握呢？难怪曹操要杀了他，在当时的人看来，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，胡说八道。而在正史记载中，他是因为不肯听从曹操的话，还编造妻子生病的谎言欺骗曹操，曹操又怎么能忍呢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